台湾的时阵，赖清德动算，咱的外议长要不来啊？就是咱即马的外总统、外副总统候选人，伊有着咱民进党最后一口气，最后一口气，最后一口气是咧拼听，咧拼听，硬咧甲拼听，硬咧甲拼听。咱们来讲一下消息，他是无甲话好，但是呢，咱的副总统。看到咱的国文啊，一脚一步，挨家挨户，安尼沿街沿路，无论透风落雨，一直就是徛伫街口，拜托乡亲士大，伊就是个拜托，伊就是拜托乡亲士大，你就来甲咱的国文啊听落去。很主席，咱的国务总统，咱的外政的秘书，已经来到咱的现场，乡亲士大，咱用咱的热情，我来分享酒。乡亲士大，咱的大清的遗书，咱的副总统候选人，动算，快关门，动算，关门，关门，关门，动算，动算，动算，我清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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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清点，我清点，动算，动算，动算。感谢，感谢咱坐坐热情的乡亲士大，咱现主席，咱要来邀请到。咱的赖清德副总统再一次来甲咱乡亲士大来甲做恳求拜托，咱再一次予咱的赖清德医师拜托一个好无？好，好无？好，好无？好。多谢咱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黄市长，咱掌声甲鼓励一下吼，就认真出拍拼，也咧帮忙推动咱的市政，立法委员认真拍拼，咱大家。心目中第一名的立法委员吼，郭国文郭委员，咱有哪个鼓励甲加油先？郭国文，啊，咱侯万辉啦吼，咱当会长吼，当会长，啊，咱好啊啦吼，咱好啊吼，啊，搁咱秋风议员，啊，侯万辉咱智慧长，咱神话农会丁理事长，洪总干事，各位里长，各位乡亲，长辈时代，大家阿曼，大家好。好。今仔日，咱关电阿元会成立啦。我伫个遮，想要感谢咱前咱乡长哈，有咱前区长哈，啊，咱即摆阿元会会长，啊，邀请大家共同来支持咱郭国文啦。今仔日蔡英文总统有来到咱台南市竞选总部成立的大会，伊特别讲，讲英文爱过关，国文嘛爱过关啦。大家支持一下，共同支持一下，好唔好？好。啊，大家知影啦哦，前几天清德个代表蔡英文总统去投票啊，投了几号？大家知无？三号哦，吼。过去咱投票啊，若投了一号，拢讲啥？一马当先。投了二号，拢讲啥？什么胜利在望？吼。投了三号，拢讲啥 ？OK， 啊，无就三阳开泰。清德啊，抽到的时候，我无安尼讲哦，我讲三张选票顾台湾，安尼有水无？水。
第一张选票，我相信吼，大家拢知影，咱搁复习一下啦，搁复习一下。第一张选票，总统、副总统要支持什么人？蔡英文。对啊，啊，这共张票哦。哦，咱台南的福乐乡亲时代吼，对政治也真疼惜。迄天有路里上长老母啊讲，啊，政治啊，你几号的？蔡英文3号，你几号的？我讲无啦，我讲共张，拢3号的哦。你唔能去投票所要共摕第4张呢，迄是无哦。哦，你唔能误会哦。吼，总统、副总统、印尼的共张，拢第3号哦。吼，啊，第二张选票，咱区域的立法委员要支持什么人？贵国文，是贵国文吼，哇，贵国文吼，无简单呐、啊，这动算一年左右尔吼，啊，上山落海，啥物代志都安尼服务到到，实在是足甘心的。我看伊伫立法院的表现吼，有呾足专业的，大家评估拢足好哦吼，即款表现认真，拍拼立法委员，咱一定要继续改支持，好唔好？好。啊，不分区的选票，大家爱支持。民主进步党，这点要甲大家拜托一下哦吼。民进党爱过半，除了咱区域的国民爱当选，绿色爱共全力打之外，不分区的咱的席次一定爱提悬，安尼才有法度通过半。过半了后，蔡英文、赖清德共同守护台湾的民主甲主权，安尼咱才有气力啦。啊，蔡总统呢，有那真侪政见要落实咯，咱这长辈一代伊也要照顾。囡仔伊也要照顾吼、哦，推动经济伊也要拍拼，即拢系伫我哩斗下手才有法度的。所以这点呢，一定爱甲大家拜托吼、哦。啊，这三号吼、哦，这个山啊，三号，咱这个发音叫做山嘛吼、哦。某人讲吼、哦，山就是删除一国两制啦。哦，大家有赞成无？哦，即摆中国吼、哦，要叫咱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咱大家敢无爱做第二个香港，敢毋是安尼？所以哦，天公伯啊，4号、3号吼、哦，三张选票顾台湾，三就是删除一国两制，你讲对唔对？对。你讲对唔对？对。伊讲一个阿婆啊吼，阿妈，差不多阿妈级的啦，看到我啊，我甲讲，我讲吼，阿妈，啊，即你著爱支持蔡英文偌清德，三号啦，伊讲知影啦，佛祖有咧讲啦。我佛祖有你讲，伊讲有啦，佛祖有你讲，哎，佛祖拢讲安尼啦，三号啦吼，所以这真正是佛祖数的呢，这边抽三号是佛祖数号的哦吼，啊，所以呢，既然吼，咱大家安尼，这个三号有遐尼啊重大意义啊，所以咱一定爱手牵手，心连心，咱一定爱去登票哦，好唔好？好。啊，这一年外前吼，哇，那边的这个。那边的那个补选实在是真辛苦啦吼、哦，3月了，啊3月都无一年了对嘞，有啊时间你过遐紧吼，哇，迄个时候大家拢拼干嘞啦吼，大家拢拼干嘞，伟泽也拼干嘞，我嘛拼干嘞吼，啊大家拢拼干嘞，咱这边吼，我看咱唔通较辛苦好唔好？好，咱唔通较辛苦，咱一定要团结一致吼，咱每一个行政区拢该赢啦，好不？好。花田啦，赢吼，郭国文就当选啦，你讲对唔对？对。哦，啊，这边我看郭国文真谨慎哦，成立足侪奥运会啊，嘉义也有成立总部，新化也有成立总部，咱花田佫哇好啊，佫出来带吼，佫成立只奥运会，玉水也成立奥运会吼，表示讲郭国文算真负责啦，唔敢大意啦吼，所以伊即区吼，伊的责任真重啦。哦，啊，有人讲吼，人要甲摕一区啦，因为顶一道补选摕无过手嘛，即摆吼因卷土重来啦，哦，想要阁赢一席，我看咱一定爱甲顾掉，好唔好？好，好，好。啊，接续，因为我爱阁去赶高阳啦，哦，因为国文吼，叫我讲一定爱过来，啊，我嘛足久无看到，附近看到好啊，嘛足久无看到大家吼，有哪会笑脸呢？过去。官田足支持我呢，咱乡亲时代对我真疼惜呢，我有来少年党个呢，专职个坐伫遐呢，老专职个坐伫遐呢吼，老专职个你看年纪有啊呢，还佫坐伫遮呢，吼、哦、啊我有来做少年党个吼，啊所以今日赶过来，啊但是我爱过来去迄个家庭，甲区纪委吼，伊个遐个总部成立，我爱去甲讲阿妹安尼就对啦，
啊，咱遮阿伟哦，唔市长的阿伟安尼好无？吼，阿丁啦，阿丁啦，系阿丁吼。好，安尼我先说咧吼，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幸福。好，咱一定要出来投票。贵国委一定要当选，多谢大家，好啦，多谢。感谢，咱是不是邀请到咱的副总统，再次牵着咱的市长，甲咱国民两位的手，咱再一次来加油，加油鼓励，好不好？贵国民当选，贵国民当选，贵国民当选，国民国民国民当选当选当选，罗清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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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清德罗清德。乡亲时代，咱做伙行，做伙拼，咱做伙搁赢，好不？好，做伙搁赢，好不？好，做伙搁赢，好不？好，感谢，非常感谢着咱的副总统对着国民的加油鼓励甲支持。乡亲时代，咱伫3月16的时阵，咱的总副总统带着咱贵国民爱家爱户，踏一步来打着这场胜利的选举。现主席，咱的市长，咱大东市的市长黄伟哲，要甲乡亲时代再一次来恳求拜托，乡亲时代用咱热情温暖的双手，甲咱的市长鼓励一下。多谢，咱这个东市。上厉害的主持，咱来收档嘞。上届好，哦，任期到哪位置上届底，但是表现上届好，咱的贵国民委员，咱的阿元辉，咱的新闻兄何哥，咱的会长，以及咱啊市议会非常认真拍拼，对着咱的啊詹文区非常啊照顾啊，伫议会拢即阵委贴啦，讲咱的詹文区的建设。绝对袂使减款，咱的邱宏议员，啊，咱的吉林里长，啊，以及各位时代各位好朋友，大家问安大家好，好，非常的感谢，伟天啊，今日站伫这演讲台，啊，是要甲大家报告一个非常优秀，咱的贵国民立委，国民啊，补选的时阵，咱的官电要不是选区，但是。伊补选当选了后，第二天，吼，无应该是一礼拜来就职了后，就随走来关店，随走来咱的闸门区来替咱的斗争取。这表示啥？表示讲，伊虽然补选的时阵唔是咱关店选出来，但是照顾咱台南市咱的闸门区的心，是予人做甘心的。为着啦，担当14的立法委员。除了前三冬是全台南县吼，以外，尾啊11拢是伫第二区，就是麻豆吼，7嘉义西到麻豆县化安定一区吼。关键毋是外区，但是人讲嘛，选举有分区，服务是无分区，所以呢，每天一定认真拍拼。但是呢，我甲讲国民党比我较认真拍拼，安尼我都比落来，我都，但是即个太厉害了，所以每天啊。真辛苦，要甲大家拜托，拜托各位士大，予国民啊一个机会，会当顺利高票连任立法委员。安尼，伊对只定情进程，官地人无转予伊，伊就做到安尼。不管是山啊，不管是咱的啊官地的物诶即个物产，我想伊的农产品推广了非常好，对着咱建设田建设嘛做了非常好。啊！未来，咱咧官电的乡亲啊，票转给国民啊，我想一定啊，走甲吼，即、這个无眉无日的走。为了甲大家报告，即边咱的胡马杰啊，吼、哦，我甲咱的啊，即、這个啊，总干事林总干事报告，讲吼、哦，咱官电都选啊呢，咱台南市的芒果节，谁啊无用了官电？我阁讲好，明年开始，吼、哦。一定要把这个官电来纳入咱的国际山野节，吼、哦，让咱的官电的山野虽然哦产量无比玉井较济，无比南西较济，但是山野整个咱拢是台南的山野，所以呢，咱未来山野要不管是外销还是内销，卖把官电的山野加纳入。啊，搁有哦，麻油，咱官电有进麻啊无？大家讲，有啊、哦，官电有进麻啊。啊！咱台南市即个乌麻节，
乌麻节遐济，啊，即、這个开讲，人讲神话较济吼，人讲啊西港较济，人讲安定嘛也毛一数啊。但是瓜田有无啊？明年咱个乌麻节嘛，甲瓜田来办一场，你讲好无？好。啊，这我嘛要感谢郭文安呢，郭文安去农委会农粮署捐出250万要来推广咱个啊，即、這个乌麻，我听要紧，甲即、這个。250万的推广的经费，要拨一寡来给瓜田，给咱的瓜田的农会较好做代志，给咱的公社较好做代志。过去咱来瓜田那搞阿林甲节吼，林甲吼，咱知影吼。啊，但是咱有足济足济跑到几天来甲大家报告的，吼，有这个山啊，嘛有这个乌木啊。我想未来咱嘛要甲重视起来，因为农庄是咱台南的农产品，所以。郭文雅伫经济委员会直接监督农委会来照顾着咱的瓜田人，来照顾着咱的台南的农产品。对着山啊，伊不但是啊，即、這个甲即个山啊帮助咱市政府来做外销、做内销，而且佫要求即个 7-Eleven 甲 7-Eleven 甲即个啊便利超商来合作，来即、這个甲即个山啊来会当来拍入去便利超商，啊，你着对销路都有帮衬的。对着咱的记忆无，咱的这个啊，这个酸呀，这个出去变的酸呀，人讲啊，你安尼出去变人，翻啊无要收的，人讲啊，你是不是要单调，要倒调？各部门知影了后，要紧去甲这个农委会要求，甲咱的计划变的这个酸呀，来甲采购起来，来甲收购起来，让农民、乡民，这个啊，这个计划变无计少无难，吼啊农。即、这个农委会甲咱保证，在即个收工了后，咱一方面去做加工，一方面农民的收益会当有得到保障。另外一方面，咱的好的山啊，嘛袂因为讲安尼就落来。所以呢，我想，瓜田足侪农产品，足侪人拢足够意的，农民足够意的，咱政府爱更加用心来照顾。所以呢，未来咱台南市政府，我也要求农业局来斗三工，甲咱的农会合作。来把我们瓜田好的农产品来把纳入我们自己台南的农产品的系统来好好来销售，这样你说好不好？好，还没好就要选到好的这个立法委员，在短短剩今天拜六后剩四礼拜就要投票，四礼拜是不足一个月哦。今天蔡英文总统也来，我们赖清德这个副总统也来，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台南市来做得更好的，所以我要甲新闻甲大家拜托，咱瓜田的乡亲，过去是阿扁总统的故乡，咱绝对唔通漏气。拜托各位士大，来甲蔡英文三号的蔡英文甲赖清德斗三工，让一个好的总统会当顺利连任。阿达讲伊是好的总统，税金甲咱减，月收入30,000块以下免交税金。阿若有阿公阿婆有一个囡仔，啊，这个84万呢？哦，收入以下免交税金，啊，若有两个囡仔，120万，哦，113万，120万以下收入会免交税金。啊，然后呢，建设无打折，然后福利阁甲恁增加，咱的长照2.0，咱的囡仔啊，读幼稚园的，拢甲咱啊优待优惠。然后呢，阁有无？有啊，阁有这个咱的啊政府的预算怎啊平衡起来？无因为讲减税金增加福利，怎即个预算怎啊拢赤字愈来愈侪，所以这个是咧好的政府，好的总统，好的政府，好的总统要有好的国会议员来监督。所以我特别诚诚恳个，大家拜托，尽量斗三工，剩四礼拜尔，咱关联乡亲拢足正派足高个，甲咱个亲戚50，朋友80，28天尔，一工甲国民党扣一票，一工甲即个。啊！蔡英文扣一票，赖清德扣一票，蔡英文、赖清德一票，郭国文一票，安尼，因就当顺利当选。你讲好不好？好。最后，今天要甲大家拜托第三张票，政党票，民主进步党要拜托大家各位士大，这个票都要投予有效的。哦，有当时啊，为政党差一丝啊，差足济啊，哦，爱5%才会当有不分区，你若不足5%。投下就浪费啊！5%是偌济？要70万票以上，才有法度来分不分区。啊，你若无70万票以上，你都无法度分不分区，你投下就浪费。所以，我特别诚辛苦，给大家拜托，
保护台湾第一品牌民主进步党，咱就回来，你讲好不好？好。感谢大家，多谢大家，谢谢，感谢，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咱的黄伟哲市长。咱很主席，咱邀请黄伟哲市长，再来咱国门来唱歌开起好不好？来，咱大声甲喊出，来咱国门斗加油，斗收听。感谢，我想咱中央地方连一线，咱以后的建设绝对有底看。乡亲时代，在咱这次的选举，咱郭国文一定要甲小听落去，郭国文一定要甲听落去。乡亲时代，咱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做伙来小听咱的郭国文。乡亲时代，在咱一月十日要投票的时阵。一定要记，来支持着咱的郭国文，和咱的中央地方连一线，和咱的官员建设有底线。同时时代，咱这次关键的时刻，咱一定来团结起来，咱做伙行，做伙拼，做。期待咱明年一月十一，咱让国会让过半，让总统让当选，让啊总统咱来挺英文，咱立委咱来挺国文，你讲好吗？感谢恁今仔日。感谢。好，阿文哦，我们有准备做做点心吼，啊，不妨做惊喜单吼，来给大家点心吼，啊，今仔日感谢咱辛苦甲咱警察同仁吼，啊，今仔非常的辛苦，来维持着这个交通吼，啊，而且代表咱奥运会，又给咱做做咱的建筑集团吼，咱的警察同事吼，啊，来感谢你辛苦，来辛苦，啊，哎呀，啊，非常的感谢。好，要比咱要准备足多吼，啊，咱都有准备起来吼，啊，咱聊聊来吼，咱排队聊聊来吼，啊，今仔非常感谢，咱的